2020，我们遇见了疫情，在疫情间，我们变得更强。2020年让我们学会了珍惜。2020，我们没有因为疫情而停下脚步，我们继续创新，继续设计，我们永记初衷，只改变策略。2020，我们感恩现在的拥有。2021，让我们一起来迎接新的一年。